有人说快节奏可以先人一步，也有人说慢下来才能找到自我。究竟是该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呢？他们都问我为什么23岁就成家了，这很奇怪吗？不着急，世界就是我的家。我很早就对美有了自己的想法。我现在还想尝试新的风格，一点都不晚。停不下来，我还想尝试很多事，从零开始也没什么好怕的。他们都说这条路很难走，但我就想慢慢证明自己。急什么呢？你看，我们可以不着急，慢慢寻找方向，也可以等不及，去做你现在就想做的。步调有我，每一步都出色。完美日记小细跟口红，完美日记美不设限。